弟弟，要不咱把雨衣脱了吧？有点热，真的是有点热了。哎，真的这玩意儿太热了，可以脱，可以脱，脱完不准穿上。你要是现在脱雨衣，我允许你现在再剪一根。哇！哦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接下来不会再穿上了，不穿了。他一湿湿一踢。剪哪个？我想想，刚刚二号、三号都被剪过了，那我觉得这轮大概率是一号。好，但是咱就不按常理出牌，咱就剪三号。三号，三号，三号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！哎呦！ 谢谢秦霄贤成功脱掉了雨衣，兄弟们，知道该往哪儿剪了吧？要不你再脱一个，再剪一个。哎哎，我们再脱，能不能再剪？没有必要吧？我们再脱一个。来。 我们是这样，也成了最大的反派了。弟弟，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耶！等一等，等一等。<笑><笑>